38岁钟嘉欣定居加拿大，晒三胎怀孕照太开心，渴望能生个儿子。38岁知名女星钟嘉欣在个人的社媒上晒出了近照，照片中的钟嘉欣肚子看起来已有4-5个月了，显然会在年底分娩。钟嘉欣调侃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表示很期待，渴望能够生个儿子。据悉，目前钟嘉欣定居在加拿大，可是定居在加拿大的钟嘉欣却始终喜欢在国内的社媒上分享动态。不仅因为钟嘉欣喜欢国内的社媒，更因为钟嘉欣的大部分粉丝都是源自于国内的，分布在香港和内地居多。定居在加拿大的钟嘉欣家里住着一栋独栋别墅，在加拿大这样的居住环境算是非常普遍，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喜欢住洋房。加上加拿大地广人稀，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来新建房子。知情人透露，钟嘉欣在加拿大生孩子，孩子出生之后还能够得到当地的补助。只不过作为女星的钟嘉欣本身的家庭环境就非常宽裕，对于她本人来说恐怕是看不上这样的补助的。